花，花花，来，吃点儿，吃点儿，花花，乖，吃点儿，啊，花花早上起来到现在一直都没吃狗粮，花花，你是不是在找七哥啊？但是你也要吃东西啊。花花早上起来一直没吃狗粮，现在马上给它炖点骨头，就趴在这后边。昨晚上也是不愿意上车，可能是到处在找七哥吧。这不吃狗粮也不行啊，就喝了点水早上。先把这一锅给它炖上，高压锅压快一点。这骨头好多血沫，洗的时候都洗了3、4遍。可能是没有用那个凉水泡，可能要用凉水泡一会儿的话，它那个血水出来了，就没有这么多沫子了。但是这个时间就要长一点，现在着急给花花先炖上。沫子也撇干净了，开锅了，把高压锅盖盖上，给它压个10分钟。现在这里边姜也没放，盐也没放。等到把花花的捞起来以后，待会儿我吃的时候再放。这会儿花花不走，就在这儿等着呢。好香！高点儿，放桌上它得要自己爬上来，不行，这太烫了，不能吃。刚切了几片姜，然后再弄几颗花椒去去腥。再给它烧上，烧上以后烧开以后我就下冬瓜，今儿中午就吃这个了。摸一下。凉了没有？哎，凉了，可以给它吃了。花，花花，开饭了啊！这个你肯定爱吃了，快来。开始舔了。小花的愁，何以解忧？还是这个小排骨管用啊。花，你为什么不吃那个呢？现在吃了，速度很快啊！吃没了，剩了2个小骨头。忙了一上午啊，然后阿彪一直在车上，除了早上给他。做了狗粮，泡了狗粮，一直都没有理他。现在回到车里，你看他跟我撒娇，
非得要让我抱他，抱他一会儿吧。一会儿下午要带他出去打疫苗了，因为他跟着我也有快十天的时间了，是可以现在可以去给他打第一针疫苗了。开饭了，一个酸辣土豆丝儿。这个土豆丝儿是用我从老家带出来的泡菜，你看里边有泡的辣椒，还有泡的姜丝，然后炒这个土豆丝儿，先尝一下。不重。骨头也很软，这个肉很香，还留了一半放到七哥冰箱里边的，明天再给花花做来吃，看他先看他吃不吃狗粮，如果他吃狗粮尽量让他多吃狗粮，因为像这种肉他吃多了也怕不好，今天是没办法，看他不吃粮不吃狗粮。